天哪，我们大素颜啊！大家好，我是 Apple， 我是开朗，我是干布丁。这一集的厂商真的好有面子，我们三个人居然已经很久没有合体了。上次合体，上次合体是第一支业配，真的假的？疯女人的第一支业配，然后事隔几千万支业配之后，我们终于又再次合体，而且又是大素颜状态。到底什么厂商这么大来头呢？我们今天的厂商就是屁雅士。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个牌子？我完全不知道。因为我必须说，等一下我让他对个焦。大家去百货专柜，如果看到那个柜上有放一个骷髅头，跟那个柜哥柜姐都穿医师袍的，就是这个牌子。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契尔氏这个牌子了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寄信来的时候，我就马上说接。接。你还记得他之前在周年庆事情封大吗？他就是买契尔氏冰核糖蛋白保湿霜。等一下，那这个也是吗？答对了，这个就是我去周年庆买的。哦，对，可以 sample 是小罐的。对对对，我早就买了。胡萝卜汁，我快用完了，切就不够来了。来的时候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很厉害，就是因为我现在真的 every day 都在擦它，是，然后它真的非常保湿，因为我是大干肌，我的皮肤非常非常非常干，真的有差。你早上起来起床以后，然后醒来，你要摸脸，你这想法对镜头摸一下，而且你们会是很怕那个擦上去保湿黏腻感。我跟你说，我会受不了，因为我家有羊毛，然后一到洗完脸，脸上都有毛。因为今天契尔氏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主题，就是闺蜜保养。睡前大家在穿美裙，那我们今天就是一起保养，那我们就要睡觉了。大家知道手多晚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去洗脸吧。好的。可是我就想到当兵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用清水洗脸，就只有五个人拿那个试用品。我当兵是12月，我说我可以用热水洗吗？然后他们就说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？我说报告分队长，我应该剩牙齿，我太能用冷水。我跟你讲，我脸真的超干的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我多懒惰，我都用装进喷雾罐，然后用喷。但我平常很懒惰，我都不会擦到这样的程度。不行，一定要！我跟你讲，有擦有擦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，它就是会直接化成水。嗯 ，Apple 说把它推成水，先这样，然后推成水就好。今天的主角是冰河糖蛋白保湿霜。第三个是这个，它的质地就是长这样子白白的乳霜霜。霜状我刚刚不是说契尔氏在台湾很红这件事情吗？我会意识到这件事情是因为交换礼物。你是说有人交换礼物送拿契尔氏，大家就会好想要。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交换礼物，我们公司有人就拿了契尔氏的袋子来，然后他不是都会放在前面，然后大家就啊，五号是契尔氏，我早上的五号是谁的？然后那一天大家都抽抽抽抽，然后终于有人抽五号的，耶，我抽到契尔氏，然后一拿打开。那件是垃圾，是契尔氏，契尔氏的袋子。我是心情好重。然后那个送的人还说，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我送契尔氏，我想说你们怎么那么嗨。我是10月出国嘛，然后在出国前以后居然去了一趟周年庆。哦，对。然后你知道契尔氏的周年庆有多可怕吗？契尔氏的周年庆很像丧尸入境，就突然就挤爆。你真的为了要去抢一罐金盏花，你要这样挤进去哦。然后我就想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冲进去。老娘今天就为了契尔氏来了。然后我就冲进去以后，我就说小姐，我要这个。好几万，柜姐是不是眼睛为之一亮？让你一层有一层膜的在脸上的感觉，可它不是那种很黏的。我知道。那如果有时候你比较干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在后敷，你在这边脱皮啊什么之类，就可以后敷，然后在那边保湿。然后像我们平常白天，然后这你们就不懂了。我们早上化妆的时候，如果妆上不上去，它可以就是和在那个粉底液里面。有，我之前化粉底液我会用。对对，就是粉底液，然后跟那个就像。你说用这个哦？直接用这个，直接用这个，就是用这个，就是用这个。其实这里有很光滑的那个，对啊，我的皮肤摸起来是骨溜的感觉，很滑哎、欸，很滑哎、欸，真的很滑哎、欸，你眼睛很紧实哎、欸，因为它就很崩啊，
我跟他差不多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接下来大家看到吹风机，是的，因为我们的厂商企鹅是他企鹅，锲而不舍，哈哈哈哈哈，多道具，锲而不舍，用吹风机吹吹看。他说我们就是他们想要挑战不黏腻这件事，所以我还要先就是把头发这样子。睡觉了，很臭。可是我们这三个拍照很好。到底是谁想到这个 idea？ 而且我刚忘了讲，就是它还可以，这个是一瓶多用的乳霜，所以如果你真的身体哪里很干的话，你也是可以拿来擦。紧急保养的身体。对，因为我有时候就是这里会手肘，让你的皮肤变得很滋润、很光滑。关灯啊！关灯！他居然在玩手机。这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最后订阅我的频道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晚安。我是你手机收起来，手机收起来，狂海靠屁哦。